甲你食天边上帝，伊无用萝卜个顶面，你遮尔大个祝福，遮尔大个恩待，我感谢你，阿罗哩，也感谢阮厝内兄弟姊妹，哎呀，即款个听来款台湾，虽然身体已经年老，但是祝阮知影，你若你用完，我过会当，互你用，也过会当。我用身体去勇敢来予你的，你安尼来祝福阮，弟兄弟姊妹，阮逐人拢欢喜予你用，啊，阮逐人身体拢勇敢，世间的日子要为你做好个见证。啊，我感谢你，阮的这个美好个时间，你通过这祝福阮，让阮伫你面前。身体能勇敢，能够做越好的见证。我先感谢阿罗耶，阿罗耶，你听我的祈祷，啊，祝我们每一个人，归去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，阿门。牧师是一位福音的大使，上帝福音的大使，吼，啊，伊也是真爱一半段，啊，真好上帝。大大使用的一个福音的大大使就是Billy Graham， 哈 ，Reverend Billy Graham， 家里喊牧师。啊，伫伊的这个传道的中间呢，有真侪福音的歌手，啊，甲伊做伙去报道。啊，即马今仔日咱圣教会精选和个牧师两块 DVD 哈，就是捌伫Billy Graham 的迄个报道团内底唱过福音诗歌的遐个福音。歌手啊，有一对夫妻叫做 Bill and Gloria Geiser， 吼、哦，就是写《因他活着》迄条诗歌的作者，吼、哦，伊甲这个歌手大家召集做伙，啊，伫 Billy Graham 的迄个纪念图书馆底下来录个一个节目，吼、哦，啊有顶下两集，啊拢是真水的诗歌，啊，真好上帝使用祝福的人，吼、哦，啊这两块 DVD 就是也象征高牧师是一位上帝国度福音的使者。万王之王的救主，用伊丰盛的恩惠来浇灌恁大家。愿真理的圣灵保惠师，至善上帝的灵，万灵之灵的护卫者，用伊温柔的声音来引带恁，保护恁，眷顾恁，对今仔日即时。直到永永远远，阿门。Oh
人真有限，所以我要用这条诗歌来哈，甲各位师啊，阮上帝来献上感谢。等阮咧唱第二遍时，阮邀请大家当作来分享。Oh,